下来常常赋予女明星艰难的任务，比方说请他们练舞。可是如果你收到练舞的邀请的话，嗯，你会觉得哪一种舞是你不会跳舞的人觉得很麻烦的？我觉得国标很难。就如果从零开始的话，就是很难。因为性感热舞，其实你随便就抚摸一下自己的身体的话，观众可以骗得过去。可是因为国标很多转圈跟定点，那我是你知道要有一点底子的人比较跳得出精髓。我觉得我好像要把介绍评审老师的工作让给你。我不要啊。为什么？你欢迎一下评审啊。我不懂他当评审是什么意思哎。他今天是以我的学生的姿态出现的吧？是啊，他是比你资深的老师啊。太客气，欢迎刘小姐。刘真今天是来担任那个国标舞的评审的，你看得懂吗？我跳国标舞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呢。哎呦，你有学新台词哎！你年纪比我大那么多，你还在那边？没有，是我还是小学生 OK， 那时候已经30岁了。哪有？是我比较早开始跳。你不会回去想了那么久才想出这一句话来？你想了很久。可是这句话在你心中藏了很久吗？每次小 S 在嚣张的时候，你都想说。我在跳国标舞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里。那你没有跳国标的时候，你看刘真跳，你有觉得说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吗？我就也觉得她太白，不是真的。因为像我们，你是说你是素人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刘真跳国标太白？因为像我们内行人看国标，跟你们外行人看是看不一样的东西。你可能就会觉得刘真的舞艺很夸张，或者是她好像转的还蛮多圈的。可是我一看就知道她，你知道？没有，我真的。对，你为什么没有像 S 跳的时候抹那么黑啊？因为我后来，其实我后来进演艺圈，就大部分是在表演以及教艺人，那时候就不用涂黑。可是我在比赛的时候，我也是涂很黑的，因为比赛你一定要涂黑，因为如果说你上场就大家都是黑的，只有你是白的，就会很怪。可是因为我的皮肤涂黑是很麻烦，因为我太白，所以我必须要在，比如说如果我礼拜六有比赛，我可能礼拜三就要开始涂，而且那个涂的东西是非常伤皮肤的。比赛礼拜三就要开始涂。对，它要慢慢，像烤乳猪这样要一层一层。对，因为你第一层上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点土色，慢慢才会变成漂亮的咖啡，渐渐变黑。那48小时，那你三天要干嘛？不洗澡啊？就是洗了它会再掉，所以你要再继续涂，它就会变得是。烫哥，对，那东西很神奇，它可以洗澡。你涂完之后，就是你要等它干，你才能穿衣服。那三天当中，你身边的人看到你就是渐渐黑的你。对，就是渐渐黑啊。而且它不会染到。家人不会笑出来。我当时是请我老公帮我涂啊，因为他那个一定要是涂得很彻底，对，因为你不能腿一张开，然后发现大腿内侧是白的。对对。所以有些部位就是顺便一边涂一边可以调情。这样吗？对的，等你腿张开，然后就帮你这样涂。老姜，不要讲。老姜，你有没有这样子一边涂？你生活中到底有没有专业的部分啊？啊，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女明星啊，她们有人有舞蹈基础，可是有人真的我没有办法想象她怎么会跳国标哎。那她们现在已经穿好了舞衣，在剪影的后方哈，我们先看一下她们的那个姿态。第一位，很难想象是谁啊。这位好奇怪的，他是不是走错方向？他怎么睫毛那么长啊？可是他肌肉又很大哎，他干嘛把下巴弄出来？是吴耀汉吗？好，我们欢迎第一位舞者出场。他怎么？为什么女鞋会有他的赛？我忽然有一种不想要阻止他，我不想他跳到你，真的不想理他。我们让你跳一整段好不好？我们不要叫你。还有吗？要不要我们救你？要不要我们救你？要我们救你就要点。要我们救你就下跪。要不要我们救你？要我们救你就下跪。他没有。你自己会叫停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们经常看一个爆炸声啊，爆炸声就停，就没有爆炸声。对，我们有时候想到你就是自生自灭。哇，好过瘾哦！我第一次跳那么长。对，今天我是小 S 的装扮。我看到你今天有跟刘真老师致敬哎。有哪里？第五度了哈，是不是？你们看看。哇，你不要胡说。不是因为真的。
刘真老师最近又有发生一次啊，又一次是？哦，可是我觉得我觉得我没有啊。后来有真的被拍到吗？因为我觉得是没有，因为其实那时候是因为各家媒体都在嘛，然后我自己也有录，可是我们自己都没有拍到啊。那因为他登出来的照片其实是有经过马赛克处理，所以可是我觉得武艺是非常安全的，所以可能马赛克下面并不是点，是他故意做了一个马赛克。嗯，我觉得可能是类似，就是可能因为他们每次报道刘真的舞蹈的新闻，就把上一次那个版面拿出来用，就一直都是同一条标题。陈汉柳，我们要邀请我们今天的舞者在那个门背后站好了哈。第一位已经就位了，已经就位了，就位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的轮廓吧。哇哦！哇哇哇！感觉上衣不够贴，对不对？他那个脚怎么会露出那个脚？好像是 T 恤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猜不出来是谁？哎，他那个是半短裤吗？那个也很雷哦哦 ，S 型，曲线 S 型发出来，是有小缝吗？不是啊，这是衣服。好亮啊！好，这是衣服啊，他体态看起来不错啊，可是很陌生的体态哎。对，这个我有点陌生，我想不出来是谁。漂亮吗？很美。好，我们来揭晓一下。我没有想到你会参加这个比赛哎。为什么？你会跳舞吗 ？OK 呀。你尺度可以到这样，是有一点紧张。你穿这样很不安吧？我还蛮不安的。你现在摆出一个觉得最有气势的国标 pose， 我看。他刚摆那个是吗？你在那边蠕动什么？我被他讲说瞬间都啪那种就出去了。再一次瞬间延伸一杯，瞬间 pose。我就不知道我瞬间已经 Q 了，我不是有 Q 他吗？给他准确的三二一了，十九，又不是火箭升空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好不好？五六七，瞬间 pose。怎么样？有没有票？没有票，你知道？我派我学生出来示范。老师已经教你的，老师已经教你的这个。好，老师的身份示范一下。你说手指末端要怎样？就是如果手指末端我们延伸的时候是啪。OK。就或者是说他有时候是带眼神是。有没有？他就自己扣音效啊，啪。你参加这个比赛有没有心里发毛？我一答应之后，然后听到两个对手的名字，我很想退赛。嗯，我就想说，这还要来吗？那你干嘛不退？因为演艺圈总要有一点斗志吧。不是，因为退了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。可是刚才 S 说多出来那一块是这一块，是那边的，主要是这个设计。因为国标一般是比较贴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要是我就不会选会有这种垂下来的东西。因为你那个腰就看不见了，这样有一些晃动的优势，是不是？应该是说，因为像丝袜很瘦嘛，那有时候布料它会 hang in， 会让舞者看起来会比较有分量感。因为如果说完全包，有时候太瘦的女生会觉得就是比较单薄。她不会讲，她都讲一些漂亮话。我没有这样。因为老师要不断的鼓励学生。我讲的是真的。因为有一些妇女可能要遮一些赘肉，可能也要这样。不是，其实这种 hang in 是。国标有一种硬哎，你有听到吗？真的啊，就是这样子的设计嘛，或者是手啊，也会有这种一块布料的感觉。你打算今天整集主持人都一直跟评审吵架，然后他都没有办法当评审，这样选手会很困惑。你跟他吵，你要听谁的？好了，你有看过刘真跳吗？有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好啊。不会是他教你的吧？老师有指导我，真的吗？有，他亲自教你？有啊，就是我们这几个选手，然后就是他都有在旁边指导我们。真的？对。所以等一下跳出来，如果我们这边胡说八道，他可能会翻脸，对不对？会，因为我先问了，我乱讲怎么办？所以如果王思佳跳的烂，就是因为刘真教的不好吗？没有了，不能这样算，不能这样。没有。思佳不会跳得烂，我有看他练习，他绝对不可能烂。等他加油，谢谢。看点，我们要看下一位了。好的，请看剪影。是一个很放松的 pose 哎。
这好不像舞蹈哦。可是，我觉得他的神情好像以他的美色是很得意的感觉。你不觉得他的表情很像是那种选美小姐一种自恋？对对对对对。因为他一直这边就要上下。为什么啊？哈，好诡异哦。然后他现在在笑场。而且他的衣服是不是有点神灯的感觉？三个愿望。可是我觉得男观众应该还是觉得这身材很辣吧？嗯，是。嗯。可是他完全不变 pose 哎。你改一个 pose 我们看看。摇摇上来，哪有？哎，怎么停在这里？为什么停在这里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的 ending 好像没做好哎。哎， ending 换，要不要继续发展一下？你扭完之后一个踹一下，踹一下。又回到第一个 pose 吗？他怎么会比斯嘉弱的感觉啊？奇怪了，他站不稳了怎么办？腿要跌了，你再发展，赶快开门吧，赶快，不行了，赶快。抖什么？因为就是那个有点站不稳，因为太久了。你真的来康熙出太多任务了，国标会不会对主播来讲太困难？很大的困难，因为我以前就是长期下半身不动啊，所以现在就是扭起来，就是花了一番功夫这样子。以前不跳舞的，以前就是高中的时候有教过，但是也是土风舞的类型。思嘉，所以你不会垫底，垫底绝对是他。你说有救星了吗？有，那我放心。你看他刚才那个 pose 摆得多放松。哎，你出来要摆一个那个 ending 延伸的 pose。小外子刘真凭国标知识当场要求冲入营，看下一个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这身很嚣张哎，那个鞋跟下面加了一个那包什么东西？他也有哎，对呀，马哥也有。刘真看过，你没看过？你是没有输掉吗？鞋跟套，冲来导播看，那是鞋跟套，直接拿走，姐姐，姐姐，你要我硬剪的，我要被他剪掉。是老师教你的动作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刚刚没有准备 ending 的，所以就自己。你这支舞不打算 ending 吗？有 ending， 可是要跟老师一起才有办法 ending。像我觉得，像慧妮跟思嘉平常可能都没有穿过这种舞衣，那第一次穿，而且他们的舞步其实都还蛮复杂的。那我觉得，因为 S 你自己练过国标，你知道他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马上做到他的效果，因为像基本的 work 我们都要走好久好久，所以就是对他们来讲，只是说在这样的训练过程当中，他们最后呈现出来的是我们觉得很不错的，但是。我还是要讲，就是国标舞是一个需要长时间练习的东西。你会不会觉得离开主播台以后，社会也太困难了？我觉得就好挑战哦。是哦，真的哎。你有喜欢吗？就觉得很辛苦啊，汗如雨下。可是当初你离开主播台前，一定有请问过别的主播们，他们一定有给过你一些经验值。对，他们给过很多经验值，但是没有讲到要练国标这一块。然后你也答应哦。对，因为我一开始想说也没有那么难嘛，就胆子很大，就答应。然后答应之后，就看到也是跟思嘉，要看到另外两位选手以后，就瞬间腿软。看到他们的名字还是看到他们的表演？看到他们的名字，然后在练舞的时候看到他们练舞的样子，也是瞬间腿软。这样，我问你，国标一定要梳这种发型吗？不能是落下来的吗？不落下来也不好看。比赛的话，尤其是前面，他都这样啊。我是评审啊，是学生啊。老师级的，一定要是你到很工整。你也没有梳干净啊。没有，我表演的时候一定都梳很贴。我表演也梳干净，因为会有一些翻的动作。哪有？你上综艺节目头发都放下来。那是综艺节目啊。每一次演出都很重要。你要看音乐啊！我是问吧，他是可以放下来的。所以他在帘子后面被你批评，表情也不对。表情你要有那种张牙舞爪的感觉，如果你跳的是，你要跟他该多回应，看到，想要回应你一下，因为他有就是弄一个假笑给你，很像多头妖怪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会这种感觉？好，没关系，今天最后一名是他，所以应该没关系。欢迎慧妮，请坐。好，刚刚是说另外两位，这另外两位应该比较厉害的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位。哇哦！哎呦，哇哟，这侧面很漂亮哎，这摆明了就是一个舞者啊！这拿来跟你们比也太过分了吧！而且他这是随便一站的姿势哎，你可以换 pose 吗？随性哈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
很嚣张哎，不比呀、啊！而且他的脚已经出门框外了，好惊人哦！谢谢。好，我们放他出来吧。格力特，你超适合的，你就是舞者的样子哎，他就是黑石舞蹈大赛会看到的舞者、啊，会吗？所以你我只有一个样子，你，因为他头发梳起来以后就是很专业的样子啊。那你是会跳舞的人吗？我很爱跳，可是我不会跳的人。所以国标你以前没学过？我是就是为了节目会稍微学一下，可是都是舞步，没有真正的在学基本功那一种。那你可以摆一个那个延伸的瞬间 pose 吗？厉害！啊，厉害！他刚才已经把脚抬起来了，你让他厉害。Okay, 好看，好看。他很适合耶、啊，为什么？他如果跟你同场比赛，你都应该感觉到被威胁。嗯，因为他的外形就一站在那边就很吓人呐、啊。是。而且我觉得真的是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这舞蹈是外国人的舞蹈，你看他们头发一梳起来，他们的头型还有他们的整个、对头型好漂亮、哦，整个侧面，然后他们就小小的头，然后身体小小，四肢很长，对，然后肤色又漂亮。那第一名就给他吧。那就先可以走了。马哥，你不在台湾的时候在哪里啊？我现在都在意大利。哦，你嫁去那边了是不是？我没有嫁去，还没。就上次跟我们讲的那个，有意大利人在好好的追他的那一个，就是家境环境很好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还在一起，还在一起，开旅馆的那个吗？他不是开旅馆，开饭店。真的。旅馆跟饭店有差了嘞。可是你不是说他们家族就是很难相处吗？现在有可能是他们就看我们已经时间还蛮久的，他们就慢慢的开始对我好一点。他没有反对说你马哥你是我的女朋友，不要再穿很少，然后出来跳舞什么的。其实他很爱，我不知道，他真的很喜欢，他就是觉得这样子是哦，是我的女朋友那一种，觉得很光荣。对对，这样很好，自己那种又。他有的时候跟我说，哎，我们今天出去，你可不可以化浓一点？我说啊。男生也是真的要求是我自然不漂亮吗？他说不是，你浓一点是感觉一出来就直接可以看到你那种。对对，他就是要是，所以他会很抢眼，希望你穿着很性感，很性感。对，那太好了，他一定会喜欢你今天的表演的。一定的，欢迎马哥。谢谢。他们现在鞋都是自己的鞋吗？还是应该都是教室帮他们订的舞鞋？自己的鞋？嗯，自己的。自己的舞鞋吗？自己的，这双是妈妈的。啊？讲出来会被。扣分啊？不会啊，就是我妈在练舞的舞鞋啊。你妈也练国标？对，你们的鞋跟是要求要这样的。没有，那个鞋跟下面加了一个那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它也有哎，那是鞋跟套，防滑吗？还是？对，防滑，然后会防鞋跟的磨损，因为鞋跟那下面那一块比较容易磨到。刘娟看过，你没看过？你是没有输掉的。鞋跟套，冲来导播一下，那是鞋跟套，直接送到姐姐。马哥后面还有，所以是比马哥还有可能冠军的吗？应该是有在练舞的人吧。来，借我们看一下。好，来，请看。好，哎，头发是放下来的。有那个感觉。头发感觉很不适合跳国标哎。是，身材很好。还有一个 pose 吗？哎呦，衣服耶。这个。还有哎，他还在动。要不要帮你做 ending？ 不太确定他要停在哪里的样子。然后，对，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。可是大概观众看还是知道是美女吧？裙子看起来也好长哦。嗯，来，我们看看是谁。好，来，请看。耶，欢迎大家，欢迎。真的，你这件衣服很惊人耶。对啊，在里面看不出来厉害的地方哦。会不会不好意思啊？有一点。我看他背后是什么？谁叫你穿这么？你自己选的吗？不是，是老师拿给我的。刘真，对，老师觉得这套衣服很适合我今天要跳的舞服。嗯，这是你的舞衣，你也穿这个？对啊，是什么？叫我也穿这个？你有穿过这种类型的吗？有啊。这件很夸张哎。对啊。他都不好意思到一只侧面对镜头。其实这件舞衣啊，大牙后来有加工。对，你知道他本来那个开叉的地方，他是直接光站着不跳就直接露底裤的。
对，我已经把它比较缝靠近来一点。他有把它，他本来是往里面缝，他本来是你把它移过来。对，我把它稍微往里面缝了一点点。其实昨天戴啊还有试件很漂亮，它也是金色的 body， 它就直接是这样子一件，可是是亮晶晶，然后外面再垂一个纱，就是现在无像思嘉这一种的。对，可是它的思嘉那个这边还有缝，它还有裙子，对不对？那件是。它不是裙子，它就是直接一件纱，因为现在无印也流行 body， 就是其实是看得到，就是像 Beyonce 那种两条腿直接露出来的，对，就是直接这样露的，而且因为国标很容易让我跳，你跳过吗？之前在那个黑社会有跳过，你不是还拿了第几名？那是在节目上比赛，然后出去外面比赛就是烂惨，没跳好第二期，就是因为我们只练一段时间而已，然后一天大概练两个小时，然后直接去外面跟一般的那个新人组比，其实都比不过，是，对，然后每次比就大哭，比完就觉得很失落。可是你有看到那个郭慧妮跳吗？我只有刚看彩排的时候看她跳过。慧妮，给她看一个 pose， 吓吓她。还要 pose 吗？别的 pose。很像印度神像，这样有一种，你把它画成蓝色的话，就变成跟大象的那种。所以你知道他的 pose 就是很滑行的这一种，哎，有他没有什么杀气，他都没有 power 哎，可是他的舞蹈很有他的 style。你今天的对手应该只有马哥而已。马哥其实也很厉害，而且我觉得他的身高就已经。那你没有把思嘉放在眼里吗？思嘉，我们两个就想说，我们两个就是在中间就好，没有想好这件事。不是不是，因为今天其实很明显，就一二名就已经在这边，然后所以今天是他们来争冠亚军。那我今天只要争到第三名，那就是我心中的第一名了。思嘉，我们有问大牙说那个胜算在哪里，他说胜算是他年轻记得住舞步，哎，他叫马哥怎么办？你还难为把剑往旁边射。大牙玛格丽特跳国标，小 S 是在乎表情。刚刚有一段在老师把他这样弄出去，还要这样。表情就是什么？所以在途中，我有几度其实是在看男老师，因为那男老师的眼神一直非常的害怕。今天应该就是反正是做一件熟悉的事吧，算是，那就好，不要怕，大家欢迎你，谢谢。我们今天邀请四位女明星来比赛国标舞，然后邀请的评审是刘真老师哈。那刘真他们四个人在先天上，你有觉得训练谁最吃力吗？慧妮。对，因为慧妮就真的就像她讲的，她可能比较她的工作是主播。你模仿的很像哎，她就是摆这种 pose， 很奇怪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慧妮她本身是主播嘛，所以你看哦，其实不光讲跳舞，她刚来教室的时候，她的人感觉就是怕怕的。然后呢，当你光训练她站，尤其是400又那么动感的舞蹈，然后穿上高跟鞋，她就是我们最简单的 one a two three a four， 她都会跑掉。好，那。大牙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好，第一个上哦。好，欢迎大牙。Remember those walls I built? Well, baby, they're tumbling down, and they didn't even put up a fight. They didn't even make.But I never really had a doubt. Standing in the light of your halo, I got my angel now. It's like I've been awakened. Every rule I had you breaking. It's the risk that I'm taking. I ain't never gonna shut you out. Everywhere I'm looking now, I'm surrounded by your embrace. Baby, I can see your halo.
肩膀的那个。有啊，都有做到。刚刚跳那支舞的时候，他脸上那个痴迷的表情，你有看到吗？就是那个一出来已经不是可爱了。可是这很难呢。那就是丹妮在七情六欲中的那个。但因为老师就会一直觉得不够，你这样不够多，我看不到爱，我看不到纠结，我看不到你很爱这个男人。还有刚刚有一段，那老师把他这样弄出去，还要这样。对他表情做得很足味，就你问他国标还是不一样。我觉得他接下来收到邀请，应该是去演八点档台语的剧。如果收到这种邀请，应该也可以演吧？可以吧？希望可以。OK。怎么办？因为郭慧妮没表情哎，他一定演不出纠结。他刚不是摆了一个九头怪龙的那个表情给你吗？他眼睛都是假的、啊，他眼睛是没情绪。纠结，纠结，纠结。我纠结吗？胃痛吗？就他表情都是卡在一半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对，为什么？要做足就对了，是不是？他，你没有看到大牙的纠结吗？有看到他纠结啊，要七情上面、啊，可能不同的纠结吧。你有上把那种热情吗？你怎么那么诡异啊？你怎么像周星驰电影里的人呢？大牙刚才，我觉得整个表演看起来就是能够让观众投入的感觉，是厉害的。好，马哥准备好了吗？是我。对，好，欢迎马哥。是，真的是他的外形有赢在起跑点，因为舞步严重的追究起来，好像有的地方比较松懈，是不是？就是在途中，我有几度其实是在看男老师，因为那男老师的眼神一直非常的害怕，因为他你知道男生压力有多大，因为女生已经不是厉害的，他们就要时时要接住女生，可他又要摆出那种你知道自己很厉害的表情，可他又要害怕，就是你知道。然后还要耍狠，就接着这儿再一个那个，好抢眼。王思佳、郭慧妮、尬国标，谁输谁赢很重要。思佳好像刚才有把握说你不会垫底。对啊，怎么办？不然你们看看他的吧。什么意思？对啊，就想赢我，对对，九分哎，我就想先看他们吧。做你的男搭档，其实要比你大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定的。可是台湾比较难，如果比较高，可是会。就会比较瘦。上次我跳过，就是跟大雅的老师，也是我们跳一个samba，后面的最后的 ending boss， 大雅整个都是抱住我，但是到最后是那种，老师有一点那种抱不住，有点滋滋滋抖。可是刚才那个在原地扭动那个呢？那是什么？
你说那个脚交换步，交换步那个，就哇，哎呦，因为他做的是比较这样软的，是是，他其实是要这种快力量，他是很快，他是比较柔的做嘛，这边要用力的，已经退出了，我要教刘真啊。那个叫 hip twist， 好好多练习。所以目前你还没有决定高下，因为后面两个我们没有要比的。要撑到底是不是？当然都来了，真的都穿成这样了，练很久哎。因为就可以看吗？你们的舞？可以呀，看一下啦，先看我的啦，再看郭慧。你有比马格好吗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，不一定会输他，就是不一样的东西。OK， 好，我们很期待。Well, don't be surprised if your toes start to wiggle and your head is nodding about. The groove's in flight now. It's all right now. 我们是不是快把你逼死了？我就说后面两句不要跳。不知道你后面眼神有多可怜，你后面眼神，这只有我看到笑死。你在跟地球求救，你知道吗？已经很无助到。我刚刚有好几度勾到这个东西。哦，所以你自己在慌张。就是我踢不掉它。是。就是因为。好几个脚抬起来的动作，然后这个裙摆，然后最后一个动作其实它是一个特技。对。然后我要跳上去老师的手上。你中间很多个特技啊，不是？可是我上不来，有一个真的是要举起来，那个非常费体力。然后，可是因为我最后这个地方它这样卡着，我如果一拉的话，这边整块就下来了。不是，你刚刚有一个动作非常精彩。刚刚有一个动作，老师。老师，你有看到？你有看到那个吗？男生要把你那个女生这样抬起来，要劈下去，抬起来，然后腿要送出去。对。然后他是把你抬起来之后，你腿是直接这样放在地上。你知道他把你这样子哎，放在地上。自己的脚 hold 住，所以他的腰这样。那因为思嘉可能甩力量太大，然后因为思嘉这边可能没有那么有力，所以就会变成就是这个地方会扣，会释放下去的。对，就会这样绑整个放在地下。可是我想要让思嘉他们跳下他们的 ending pose， 因为他刚没有做出来。其实他是一个勾到，他是一个特技，更复杂的吗？对，更复杂的。好啊，好啊，让他们。痴迷的表情，街舞不用，街舞就是很有精神的大笑，然后脚是忙到不行。他没有大笑啊，他就是一直求救啊。然后，而且他那个算是我看过最没精神的街舞哎，不是因为就是这样啊，你都没有那种感觉，你怎么都没有这种弹的感觉，那种你都没有脚都这样啊，一直这样，对对对，他都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对。
对，因为我觉得他有在担心等一下要做的事情啊。对啊，嗯，对。那我叫我学生跳给你看。国标练很久是不是？我妈没有给我任何的建议耶，她就只是觉得就是她很会跳，就这样子。妈妈真的很会跳吗？对，因为她都跟我爸，然后他们就会去比赛，这样就是。这是妈妈吗？对啊，这我妈跟我爸，好专业。对啊，他们两个很会跳哎，所以是拉丁跟那个他们都有跳，对对，他们都有跳。妈妈的架势很好哎，所以妈妈没有给你指导。没有，他没有给我指导，他只说叫我来这边要好好跳，然后希望以后他也可以来。然后我就说他们没有在办老人赛。妈妈想来是吧？对，我妈很想来。我们可以办明星母女赛啊！我妈很想来，可以办那个明星的爸妈跳国标哎，因为很多就是爸爸妈妈这个年纪的，他们都很爱跳。啊，我觉得思嘉跳完以后，慧宁应该放心很多了。嗯，有一点点放心。对，因为你应该你会这么七零八落的吗？应该是还好。你跳得有比他好吧？嗯，我觉得应该是不错。思嘉好像刚才有把握说你不会垫底耶。对啊。怎么办？不然你们看看他的啦。比你还弱是不是？你刚刚那个蛮没精神的耶。哎呦你先看他的啦。其实我在舞蹈教室看到思嘉跳的时候，我内心就有就暗暗放心了一下。真的哈、哦。真的。我刚刚彩排看你跳也还好而已呀、啊。小就觉得说，哎，应该就是内心还没有十足的信心这样子，所以你不会放松，我不会放松。你即使跳完，还是会有一种 dancer 的样子吗？对，会延伸到最长。所以啊，舞步会记得吗？舞步当然记得。好，好，欢迎慧宁。加油，亚都山。时间是举着旗子在绕圈，然后跟大家挥手。他是有加那个以前我们高中一队的动作在里面。有看出来了。对，慧宁说他是那个一队出身的嘛，所以就把一队动作。因为森巴的东西对他来讲真的是，他光练你一开始那个 bota fog 就是这个，对，这练超久的，他练了整整两天呢，就这个动作。他里面没有这个动作。他第一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被甩出来，他就已经快跌倒了。太大力了，男老师还差点，有一个他自己叫那个，而且真的好可能会在水啊，甩太大力。一个这是什么？不会吗？是这样吗？我们应该是这样这个吧？他是慢的，你看，他还有一个往前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那基本不是基本。其实我跳的时候也觉得有点奇怪，就好像有点像火鸡。但是老师说这是他很适合跟纳豆一起跳，他完全是纳豆这个路数。像我们有。
有一个转啊，应该是 one a two three a four 两拍就完成，可是惠妮都要四拍，对，超慢那个，对，超玩那个全男全门鸡蛋糕那个，就感觉还可以边喝咖啡边两小无猜那种，在舞蹈教室有教的，对对对，这是萤火对对，真的，舞蹈站得很稳，是是是，你很厉害。真的不可思议，对呀，你很会模仿这种，你怎么会太诡异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哎。不是，因为我们真的都是速成班，因为像我跟惠妮真的就是，不然刚刚那个应该怎么样？手放在头上的时候，那应该是有一点这种腰身吧？对，他是快的，所以他的臀部应该是哒哒哒哒哒的，是这种快的。舞了，跳舞了，较劲了。你干嘛自己数太慢了？回来了。所以他那个，他只是放慢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他没有任何细节的移动，他只是脚降蹬，对，好像某种超人要出去。你可以被我们设定为年度追踪目标，哎，就是每过一个月看你进行到什么阶段了。厉害耶，你的肢体真的吗？加上你的表情就是双绝。我刚刚表情有出来吗？你有假笑，你有假笑一下，可是看起来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，就是你要被甩出去前，你都有一个很奇怪，就是。我觉得刚学国标的女生都会这样，都遇到这瓶颈，尤其是在人很多的时候，然后你就会很尴尬，然后越紧张就卡住，对对对，把它拉下来，真的很瓶颈哎。差别其实就在于你使用肌肉的时候，那个运用哪个部分，然后让它往外往外那些部分，因为它完全没有在用肌肉哎，它只是把腿放好。我用臀部啊，很用力。所以你跳完应该不喘吧？我跳完就屁股都要抽筋了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就是老师就跟我说，他说刚刚那个动作，他就是说要秀那个臀部，所以我就很用力把臀部扭到最外面去。有吗？哪一个动作？在哪里？不是啦。你臀部是这边，所以你应该是要把这一块推起来。哦，对对，你跳错边了。对，在这里，这里才是。哦，对，要这样。好，你再试试看，另外一边也这样。对，好好一点，然后脚尖。好奇怪，他有一种，他是你讲他是神像，对，他有一种一直在祈雨或者是什么之类的。祈福啊，跟神仙有关系。有，下次我来练印度舞。印度舞你是真的会跳吗？我真的 OK。你只是像印度神而已，不是印度舞啊。我真的可以跳印度舞。你稍微跳一点点，我们看印度舞。我只要知道你会不会跳舞就好。如果有兴趣，把你列为年度最终目标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刘江老师，那今天四位舞者当中，你觉得就以现场今天这里的表现来讲，你觉得最醒目的是哪一位？还是要看舞技耶。好，那我觉得其实马格跟大牙真的都不错。是。对，但是如果以整个就音乐感觉完整性跟表演性来讲，我觉得我会给大牙。给大牙哈，好，恭喜大牙。没问题啊，男马哥现在沉溺在幸福当中，所以幸福就好了。那思嘉辛苦你，我觉得你今天很累。没有，今天是来做特技的，今天不是来跳舞的。担心，好辛苦大家了，谢谢。